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拖更了好久，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家里实在是没有素材了。然后最近也在帮各种水友带组发热器，当然如果你有带组发热器的需求的话，可以私信找我，要我的联系方式，我就恰个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 Maxon 的两只发热器，一只是 M203，一只是 M79，还有两个水榴弹的主体。这个榴弹题材的发热器，其实之前就有厂家做了，比如说我们的冰峰、冰宝，它做的一个是手拉款的 M203，还有一个是电动款的 M320，这个效果都不是很让人满意，基本上就是买回家，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踩雷了啊。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发热器，可谓是可以把玩，也可以下场。那他们的这个效果究竟如何？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这支 M79，它的原型呢是借鉴了美国 M79 榴弹发射器的截短型，但是在和真铁的图对比之后，发现，真铁的 M79 大概还要长出这么一截左右，然后被截短的枪管上的这个标尺座也在稍靠前一点的位置，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毕竟它是一款以功能为主的发射器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部件。这边为了真铁为了给戴手套的士兵做出的这个可以弯折的护圈也做了出来。然后这边是我们枪管的锁扣，这边是扳机保险。我们把玩的步骤一般就是打开锁扣，装入我们的水榴弹，锁上锁扣。激发，打开锁扣，退出弹壳。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支 M203 水弹发射器模型。它虽然也是用打印工艺的，但是据说用了一种叫做 FDM 激光结烧打印。这种打印工艺打印出来的零件呢，没有任何的纹理，看起来就和注塑的一样。而且这个打印材料也十分结实，都是实心的。这边可以看到 LMT 的刻字，还有 M203 的刻字。刻字十分的清晰，但是可能因为光线和这个凹刻的原因看不太清楚。后期玩家可以做一些渗线。可能是因为寄给我的这支寄得比较急，这边的这个黑色的喷漆啊，没有完全的喷到位，自己到手，玩家可以自己再尝试着喷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支榴弹模型的可动部件。首先是套筒，这是套筒的锁扣。打开套筒锁扣，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勾弹壳的钩子，然后这边是一个弹出弹壳的这个弹位顶位。这个是扳机保险。这个护圈也是可以单独拆卸的，只要拔出这根销钉。护圈就可以更换钥匙。把玩的步骤一般就是打开滑套，塞入弹壳，关上，激发，打开滑套。这边的刨壳钩会把这个榴弹自己勾在这边，并且把它顶出来，闭合。我们要装第二颗榴弹的话，重复上述步骤。即可。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水榴弹的主体。主体部分上半部分为，好像看起来很厉害的材质打印，但是这个打印工艺我也没有具体问设计者啊，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下半部分为 CNC，用三颗螺丝将两个零件固定。这边是充气阀，我们充的气体。只能使用 134A 这种气体，压力比较小，并且十分的环保。我们用加水弹的时候呢，用加氮气从上面一颗一颗将水弹加入。那我这里使用的是购买小月亮左轮时这个附送的这个加氮气，往里面加入水弹。这边有六个孔，一个孔可以装9颗水弹，
水弹装入之后，这边是一个阻弹胶圈，胶圈会将水弹堵住，水弹就不会滚出。然后装入发射器，直接可以激发。激发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按下扳机之后，这边会有一个顶位，把榴弹后方的这个顶块给往前顶，顶了之后气体就会流出。我们来这边空枪试一下效果。充气只要充两秒钟即可完成充气，千万不要过度充气。然后我们随便拿一支硬物捅一下，发射效果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实际的这个载弹后的发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明天我将会到天台上去测试一下。啊，不好意思，拍完视频之后想到了，在我们激发完之后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弹壳的底盖复位不到位的情况，像这样它会弹不回来，弹不到底了之后，如果在这时候我们给它充气的话，气会全部从弹孔里跑出来。然后这也是我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我们一定要先充气再加水弹，不然的话如果先加好水弹，充气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这个底盖没有复位的话，弹会全部都喷出来，然后可能会伤到自己。我们这边这个底盖不复位的方法就是捅它一下，好，它就会复位到位了，这时候我们再充气就不会出现漏气的情况。 OK，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两支发射器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会把这个购买的这个淘宝店铺的二维码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店铺里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两支发射器呢都是由 Maxon 自己设计并制作的，大家也要多多支持一下。然后这两支发射器呢可谓是既可以把玩又可以用来下场，发射效果大家看到了也是十分的不错。但是啊，这两支发射器大家如果购买了的话，记住千万不要自己私自去改装，并且不要使用其他的气体。一方面是发射器弹壳的这个承受能力啊，并不能承受其他气体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着想。好了，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一下，并且给我投个交，谢谢你们的支持。